que no. ¿Ah? ¿Eh? 为什么会累？可能。 不晓得为什么啊，手跟不上眼睛的速度嘛。哦，是是，那你要不要把速度放慢一点呢？我不想太慢，你就用节拍器。你要节拍器，好，那你试试看。这个速度吗？可以稍微慢一点点。好的，对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啊，请敲。 那我看你还是数一下拍子好了。啊？你还是数一下拍子好了。这样有点不方便呢。没看到，太小了。那么看懂。 这个怎么样？大鼓吗？也大鼓。对。就是第二拍吗？往下的都是大鼓。是第二拍。对。就是一，然后二在。对对对对，标准拍。所以不用喊三次了。没有，你要数一拍、两拍、三拍、四。不用喊三次了。这个要用手，我回来再看一下。